在西北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，据说在甘肃固原城有座修建于乾隆年间的古寺，曾经因纷争而一夜之间从固原飞到了云南。至今在西北回族群众当中仍是耐人寻味的民间故事。托孤寺因该寺的建筑艺术精美，技艺巧夺天工，无钉无楔无扣，结构科学合理，几经沧桑，历经地震，毫无影响，仿若从仙界飞来一般，故而被回族群众称之为飞来寺。